不是范爷却胜似范爷，范冰冰替身现超强女青年，曾在武则天一路惊喜中担任范冰冰替身的女演员王亚楠，拥有一个神似范爷本尊的漂亮脸蛋，特别是经过化妆之后，与范冰冰简直就像双胞胎姐妹一样。她的个人照片在网络流传，照片中的她虽然不是明星，但却拥有一张万人迷的明星脸。2012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中国首部性感萌喜剧电影《一夜惊喜》剧组在网上招聘演员，王亚楠参加海选并顺利通过面试，在《一夜惊喜》中担任范冰冰的替身。从小喜欢范冰冰的他，由此与范冰冰结缘，成为范冰冰的御用替身。王亚楠从小热爱舞蹈和表演，经常参加电视台舞蹈及小品表演。19岁的他离开家乡，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寻找自己的梦想。因为形象酷似范冰冰，很快被星探发掘，成为广告演员，拍摄过多部热播广告。